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 TV 副频道。在今天，大家期盼多时的甜宠古装剧《两世欢》终于宣布定档了，将于2月21日迎来首播，由陈玉琪、于朦胧领衔主演。看剧名就知道，男女主有两世情缘，讲述了将军之女袁青离在路上被人劫持，被救回后突然失忆，为逃避之前定下的婚约，竟女扮男装到庆和县做了小捕快。赵王养子景慈与风眠婉本是青梅竹马，却因身世注定无法相守，在送风眠婉和亲的途中遭人暗算，于是微服以仙卫的身份来到庆和，与女扮男装的袁青离一起拨开重重迷雾，最后粉碎了影王的夺嫡阴谋，并也查明了在和亲劫持案中，袁青离与双胞胎姐姐风眠婉被人掉了包，现在的袁青离其实正是风眠婉。两世欢将于2月21日首播，记得订阅我们哟。